人气女团 AKB48 台湾姐妹团 TPE48 在经历过许多波折后改名 AKB48 听 TP 重新出发，十二名成员正式与媒体粉丝见面，一连带来多首歌曲融化不少少男们的心啊。十二位小姐姐充满活力的样子，她们可是经历过许多挫折才走到今天，而回想到那段过去，也让诗雅忍不住泪洒舞台。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家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对不起让大家等这么久，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站在舞台上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走花路吧。